村花园博物馆，王子的冰箱，卖你给传家。是因为下雨吗？就进来买一家都是被雨，保姆可不送伞哈、啊。感谢你，感谢。刚才这个说的多好，嗯，丁志恒，哎，没那么矮啊。张树，俩人说了一阵，下去休息一下，嗯，换我们哥俩上去了。没错，刚才泡沫的这个。您是折了反潮了是吧？下雨了，盗墓，盗墓的这个啊，鸟人家，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不是今天怎么了？这嘴不跟腿哈、啊？是老先生，是老先生，哎，吉先生，对，哎，上来这个是那个是，嗯，担不起。哎，少师小师，你看看，你这小师啊，谈不上啊。说真说师，那是师，他怎么看着松师？哎，那是狗啊，可能。他说你啊，别别胡说啊，胡说八道，你老往这引我。这松师就非得是狗啊？松师不是狗是什么？对，不是狗是什么？说这事儿，这可能您各位没看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没吐舌头。哎，一看黑的，哎，特别特逗。哎，老头儿，这个也不容易了。说实在的，我们这后台说相声来讲，您说光学相声，跟着师傅，包括自己也努力，对、啊，学那是一回事儿。嗯，但是平时我认为，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怎么着，最应该的是关心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哎，对，哎，应该呢增长自己的知识。嗯，您看这个前阵子上个礼拜啊，三件大事，哎，啊，高考，对吧？高考，孙俪、邓超结婚啊，哎，姚嘉欣报仇啊。三件大事儿，嗯，也是你说这赶巧了，是，也就是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件事儿。哪三件事儿？金榜题名，哦，洞房花烛，嗯，入土为安。哎，这个死者已矣，咱们不要再过多的说人什么了。对，多大的罪，这一枪子儿也就算都还上了，而且再加上人家，药先生的父亲啊，老药先生，药先生，老药先生也是在这个新浪的微博呀，嗯，也是跟大家各自的道歉，对呀，赔偿人家了，是吧？所以昨天我还跟一个哥们儿啊，哎，聊聊天说这个事儿，他就觉得应该是废除死刑，嗯，药家鑫不应该死，哦，但是我就觉得不对。说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是杀人偿命的，有这话，欠债偿命，嗯，这个啊，那正常债务纠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哎，哎，应该是这样，你杀了人了嘛，对，哎，就应该是拿命还，欠了钱了拿钱还，哎，但是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不是这样，是，好些杀了人的还钱，嗯，哎，欠了钱的还命，是吧？咱们也都知道，比如说这个有拖欠农民工工资啊，对，这是问题，哎，农民工还不是他欠人家钱，人欠他钱，嗯，跳楼的、自焚的都有。哎，好多这个撞死人的，啊，药家鑫就是毙了，哎，这个是以正法纪，嗯，那多少个比他爸爸势力大的那还死不了啊，也是赔点钱得了，我就觉得，所以我是呼吁啊，不能取消死刑，哎，你现在死刑有呢还好些人死不了呢，对吧，他还不偿命呢，你说你再取消了死刑，嗯，我还出门不出门了。
个。我听说有人数这几个字，说这意思有人数，是你干的是吧？哎，有乐的，说这意思吧。哎，这又来一句，这个怎么说？但是我那哥们说的也很正确。嗯，他说取消死刑不是因为别的，因为没有能力呀、啊，能够这个什么，没有能力能够让大家都死。就是没有能力让犯死罪的人都死，那这样呢，咱们就退而求其次，让那些犯死罪的人呢，因为有那个高官显贵的后代，也有普通老百姓，对吧？既然他们死不了，我们不能让他们一块死，就是让我们也不死。他追求的是一种公平，这什么绕口令？来，追求。我怎么没听明白？绕口令的事儿呢？就比如说吧，你要是杀了人，你死不了。啊，哎，我就得死，我杀人我就得死，身份有悬殊嘛。那是，哎，比如说你们家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吧，我们家有钱，哎，你们家是那个什么局什么北，哎，局什么北，哎，你就行了，我普通老百姓说相声的，我就得死，对吧？那现在既然说不能让他们那些高官的后代杀了人撞死人了，不能让他们偿命，而大家都不偿命了，都取消死刑。哦，哎，过去来讲，你说这人罪大恶极，那诛九族吧，是啊，车裂吧，有这，哎，有车裂的那会儿，没人觉得应该诛九族。哦，因为车裂是最重的刑罚。看看，那后来没车裂，诛九族是最重的刑罚，对吧？诛九族不行了，诛三族。哎，诛三族，哎，诛三族，诛二族，哎，猪八戒，都是，就说这意思吧，就是慢慢的刑法再往下减。嗯，比如说今天取消死刑了，无期就是最那什么的了。对啊，咱们可能过若干年后有人罪大恶极，这个就应该判无期，也是咬着牙说，最狠的，也是咬着牙说。但是这个中国的法律啊，不管怎么制定。或者说我们是在追求公平也好，是在追求一个有可能修改不合理法规的这样一个权利也好，无所谓。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建议大家每个人都要懂法、守法、知法。哎哎，知法之后呢，还得宣传，是吧？这个咱们药家鑫的这个事儿呢，他既然已经去了，对，已经去了，死者为大了。嗯，不管是因为什么死的，不管怎么死的，但是我也是通过这个事儿，我有一个呼吁，有一个呼吁，就是能不能不管是犯了多大事儿的人，药家鑫他已经死了，他还是个孩子嘛，对呀，对吧？那个还是让人收尸，还是得让人收尸，是吧？说那犯死罪了，法院判完了，毙了就毙了。那毙完之后，你给我一坛子骨灰，我知道你给的我是谁的呀？啊，对，对吧？这玩意儿，你医院报错孩子，长大之后他还能鉴定个 DNA 呢？对呀、啊，这我拿错了，我上哪儿鉴定去？那是鉴定不了，对不对？这个再说了，好多这个非法的，器官的移植，确实也有过相关的错，我不相信是真的啊。啊咱们得说是有这可能，为什么不相信是真的？因为这个不会那么残忍，因为这是器官的摘取，不能人死的摘取，得活着摘取。对呀、啊，那我觉得他犯的那个罪够不上凌迟的，是吧？够不上凌迟的，还是呼吁以后能让人收尸，因为中国人还是有这个心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还留个全尸。当然了，如果是拿 AK 崩了的那种，你认尸的时候，你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呀、啊？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是还另外一回事。这个是对社会的一些关心，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大事儿，李庄已经是被释放了，哎，回到北京了。哎，我虽然不认识人家吧，但是我想过去取经。哎，取经怎么就没事就出来了？不知道。哎，万一以后闲了是忙了用吧。哎，太个玩笑，就平时什么你都得研究。嗯，相声圈里别的行业我不敢说啊。啊，相声圈因为我就在这个圈子里，是我知道，我就算是懂得比较最多的那个人。比较最，哎，我就是算是上知天文啊，察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小奇门之论甲，自比管仲乐毅之贤，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这是你的，哎，这诸葛亮，别诸葛亮了，不提诸葛亮想不出我来呀。哎呀，我能力比诸葛亮大，你能耐大，我现在学贯古今啊，中外。
学贯古今中外，什么都得研究，是，什么都研究，什么西方的好多最新的科学研究，都得研究，你对不对？全研究。比如说，前阵子看了一个西方的科学研究，看完之后，我就以后吃泥肠啊、火腿肠的时候，6秒钟之内要把它吃完。为什么呢？你看，科学呀、啊，这怎么还？为什么6秒钟之内要把它吃完啊？哎，太科学了，因为西方研究是一个正常男性每7秒就会想到一次与性有关的事儿。哎呀，小胖哥今天太开朗。哎，对你6秒钟之内不吃完了以后，你剩那么点儿。他拿着挺责备的，反正是吧？哎，就说这意思吧。你现在想什么呢？说这意思吧。什么意思？前阵子欧洲也挺乱啊，毒黄瓜事件。是毒黄瓜事件。哎呦，你说欧洲的这些。有好多那么虔诚的，对素食的这些人啊，有每天就靠黄瓜活着。你毒黄瓜一瞪，你说让人家素食主义的还遭了报应。对呀、啊，你说这怎么杀人放火的，儿多的胸高不够瞎眼。哎呀，行行行，真是，你说人本身都不吃肉，也没有那么大的业障，人家吃这个，吃毒黄瓜能吃出事儿、这倒霉吧？啊，你信佛呀、信佛，信佛说业障啊，杀生有业障啊，对吧？这个你在西方，你那是那谁耶哥吧？耶哥也不这样，也都是这个。哎呀，哎，是他们那儿统治的，这吃素食不算是功德，哎，没有业，所以你吃黄瓜。好多很虔诚的这个素食主义者，是这个绿色环保主义者，哎呀，吃黄瓜吃死的，真是挺可怜的。你看，对，非沉痛的悼念他们一下。对、哎，欧洲的素食主义者和蕾丝边都应该。蕾丝边是什么？毒黄瓜呀！哎呀。看你这个淫荡的样子。不是，我们不能把这事儿总往歪处想。你老往歪处拧，咱们得正视，不能说这个事情在咱们，比如蕾丝边啊，包括基佬，在咱们国家是不合法的，被人歧视，我们不能说全世界都不合法，是对不对？那全世界现在最有钱、最受人尊敬的是资产家，不是资本家、资产主义者，是对吧？那前几年来打人家呢。反右的时候还打呢、对不对？那不能说咱们认为不对就不对了。是蕾丝边怎么了？真是通缉犯怎么了？不是。他是个例外，他不可能要亲的。哥哥吧，俩人都这个用个成语啊，啊，脑满肠肥呀、脑满肠肥，心宽体胖，哎，多开心，开心也好。是，咱说这个，咱们关注的是国际上的这些事儿啊，咱们并不是说要如何如何啊，是对吧？人家这个，人家蕾丝边这个行为，在人德国，在欧洲，那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人允许结婚，多好啊，是。我渴望的是这种自由。哎呦，明白吗？自由，对对，自由而战，是，渴望的是这种自由的。您这身先士卒，不是身，咱们不能歧视人家，不能歧视人家。再说您，再后来，我看你跟小丁也挺好的。看你也不歧视他，对不对？也不歧视，说这意思吧。哎，这个都挺好，国际上。然后卡扎菲前阵子说是那个放出狠话，哎，好像是已经扛不住了，只剩两个旅的人，一个旅是5600人，然后两个旅呢，大概就还有10000多人吧，编制还不少。哎，然后就是。已经被围上了，被围上水泄不通，然后放出狠话嘛，说你们再不撤兵，就会陷入第二个越战泥潭。第二个越战泥潭，哎呀，真是让我高兴坏了。怎么高兴？哎，这个
这个全金属外壳终于能拍续集了。心眼放太好了，全世界的新闻到处都看啊！在前两天，日本又余震啊，还有余震，又余震了。但是这回没死人，也没有什么财产损失。哦，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续集就是要差一点。续集就是差一点。但是你说，就前阵子日本地震核辐射这个事儿，随着日本死亡人数的增高，哦，全世界人的平均身高也在增长。让我们都是很欣慰。换个角度看新闻，换个角度看新闻，包括你来讲，好多新闻你不知道啊，我知道你不知道啊，那倒是，承认吗？我承认，你看承认就行。是，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别太往心里去。什么叫别太往心里去？你不知道吧？你说什么了？我当然不知道了。不是，我就怕我一说你承认不了。不是，您当各位面，您说个什么事儿？真的不知道。强子，你嗨，我也是，嘴怎么那么快？我也是，算，甭问，甭问。别，嘴怎么这么？我说他了吧？你赶紧说啊！不是，你是不是前阵子新交一女朋友？是有这事儿，怎么回事？甭问，真的，你甭问，甭问。我哥心里是个事儿啊。你赶紧说怎么了？这他是干什么的，知道吗？他有正常工作呀，就是在那个基础上也有一份正常工作。哪个基础？就有一份工作。你真不知道？我知道什么人工作平时？哎呦，我的兄弟啊，真让人家懵了。啊，怎么又让人懵了？真不知道。你平时也不上网吗？还上网？这跟上网有什么关系？上网瞧瞧去。我上网，他现在火了。火了？火了？怎么火的？他是 AV 女优啊。满网上现在都是啊。我女朋友啊 ？AV 女优啊？她中国人。这是。她不，她中国人，她 AV 女优了。哎，你看你还挺引招人。别起哄啊！他现在是 AV 女，这事儿你不知道。我就听你的，你看见了吗？你怎么不知道？哪晚上看见的？不是，甭管哪晚上看见的。啊、你知道为什么是 AV 女用吗？为什么呢？你上礼拜不是把手机落我们家了吗？我又能上网。有种子啊！给你邮箱，你懂的。别他妈的，没有啊！不承认，上不承认，压根没这么回事。不承认，我就跟你说，这个世界上很多我懂的东西你不懂。哎，我看东西，可能你也看过了。这个，哎，这个是包括你看小金刚才跟那热热说梦的事儿，梦他懂吗？刚才明白什么叫梦吗？什么叫梦？哎，不懂说不懂啊？懂吗？啊，那是不懂。哎，不懂就完了啊？什么叫梦？什么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我也知道，对不对？哎，你猜我这两天梦见谁？啊，捧谁了？哎，想去吧，是吧？哎，这样你别了。刚才我得一手机，我天天看，日日都。没听说、哎。你得做到日有所思啊。啊太酸俗了。是你老往这里。你们怎么能这样？你老得骂人家。怎么能这样？讨厌。这什么叫梦？解梦就是人啊，人是一什么样的人，他做的梦都是他现实生活中的映射。嘿，你看看，是他现实生活中的映射，而且很多梦中的这些东西怎么拼凑的？怎么的？比如咱们放眼这么一看，很多角落里的这些雕花什么的，咱们也进入视野范围了。是，但是并没有用心的去看它。哦，但是不管你是不是用心去看啊，在大脑里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一样。哦，当你晚上做梦的时候，它就会格外的清晰。嘿，你看看，格外的清晰。哎、比如说前阵子吧，前阵子你女朋友，别老提我女朋友，找我让我给你解梦。
啊，解个梦，找我给他解个梦。嗯，哎呦，哎呦，哎呦，小倩，可吓死我了！啊，吓死我！我刚才做了个梦啊，我不爱理他，是睡觉。啊怎么回事？说明白了。打电话呀，都吵醒了。打电话给你吵醒。对，打电话都吵醒了。你说清楚。睡觉啊！讨厌。说清楚了啊！这么远打什么电话？还是你床上？你看看。街坊啊，推门不就过来了吗？你说明白。对对，又有我们家钥匙。我不是怕老把自己锁屋里，我钥匙留你们家一副啊！啊，这是是是，对吧？你好，往歪处想啊，是说这意思吧？啊，我说赶紧聊聊吧，聊聊吧，怎么死活不睡觉？啊，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吓死我，做个噩梦，吓坏了。这样真的，我跟你说，嗯，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小心肝，哎呀呀呀！你摸。不要死掉了，这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是啊，不要撂撂撂，没有往那儿，我摸摸他这一块儿啊，心跳吗？你摸摸他手腕行吗？哎，心跳，我哪能摸他手啊？对不对？哎，摸着心跳确实特快。不是你到底梦见什么了？梦什么了？梦见什么了？哎呦，我跟你说，我梦见狼追我，狼追。狼追啊！什么狼啊？什么狼？黄鼠狼。黄鼠狼，黄鼠狼追我，哎呦，满处跑，绕着二环跑，哎呦，我就跑，我哪儿也跑不了，就一直跟耗子穷追不舍。我说你怎么回事？我说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可能啊，是不是把你当鸡了？鸡这吃的呢鸡玉清鸡说明白哎玉清鸡茶鸡茶鸡手撕鸡啊哎烧鸡烧鸡烤鸡啊野鸡野鸡烤野鸡珍珠鸡雉鸡、啊、对对对对对对不对说明白了哎就是还说这意思嘛嗯这叫解梦还解梦这是梦哎解梦把你当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白天干什么事儿晚上的梦琢磨这道理，哎，这个是，而且包括很多时候我是一个特别西方的一个人啊，你还西方？哎，中国的这些东西我也喜欢，也研究，但是我特别喜欢西方的好多的这个东西啊，西方文化，而且我喜欢过这个西式的节日，哦，西方的西式的节日，哦、你比如说情人节，啊，这是西方，哎，情人节，一般原来中国人不过情人节，嗯，哎，有的过七夕这是有病。知道吧？对，什么情人过七夕、啊，一年见一面，那是对吧？这确实不怎么样，啊、是吧？这个那过情人节2月14号啊，那天2月14号，我得给我的爱人写封信呢，啊、得写信，给我的伴侣写封信呢，写信，哎，写，这个是西方的这个一个传统哦，情人节的时候，像我这种含蓄有文采的人，哎呀呀呀呀，哎，都不通过语言表达，送这没有，写一封情书哦，一年2月14号这写一封，那天我接受这个吧，写封情书，但是这封情书得 special 一点啊，哦、就特别一点啊，嗯、哎，你一年写这么一次嘛，哦，用左手写。用左手，因为你用右手写，右手收到的时候就不新鲜了。我就是享受这种缓慢进入状态。我还没进状态，现在说明白了。哎，明白不明白？找了 AV 女优当男朋友，当一个人了。说这意思吧，哎，就是怎么说这个话？我这个人知多见广哦，您就说您懂得多，什么都明白哦。哎，愿意学，而且我不保守，我愿意告诉别人。他告诉，那就你女朋友那事儿吗？我告诉好些人了。告诉你这嘴以后把住点、啊。好些，说这意思吧。没听说过，把住点。嗯，真有这事儿。什么叫真
吗？没有，说这意思啊，哎，几个了？又说这意思，七秒了吧？嗯，提这七秒的事儿，说这就是我就是一个什么什么都琢磨的人，而且我这么跟你说啊，我比你吃长一岁多啊，那是，哎，这一岁多一年多来讲，我比你多吃多少盐。啊，那倒是，对吧？我就精子见的比你多吧，就别小看这个年，哎、一年肯定比我懂得多，对吧？多吃多少米啊？是这意思，对不对？多给了多少盐钱？嗯，多给多少米钱？哎呦，我这一年不说，也别说多一年，后台好多老先生啊，齐满意是啊，齐先生、王长表先生，哎，包括今天来的那个过去也跟我们这儿、那个陈金立先生，哎，这都是老先生，老一辈知道也不一定比我多。嘿，你看，哎，为什么？他们就是平时在这个曲艺圈子里头待着。取一圈儿、哎，在这个圈里头圈着，哎，他们就是平时不接触外面的新鲜事物，那是我不一样，我什么都琢磨，比他们知道取也多，是，尤其我就前两天啊，瞧见一东西太可乐了，什么东西？哎呦，那天我出去玩去啊，出去玩去，像这个门头沟啊，那郊区，门头沟山上与发卡湾。你看发卡了，哎，跟秋名山有一拼。哎，你也知道前阵子这是刚看完那个《速度与激情》啊，哎呦，我这热血澎湃啊！我开着我奥拓我就去了，上、啊，哎呀，这盘山路开的我美呀、啊！哎呀，盘山路溜溜不上，哎呀，开了一半就实在爬不上去了，这坡太大，是，哎，关了空调都上不去。是不给力，哎，但是咱们你拓海上山也不行，那是拓海下山车神，是是，哎，下山啪就下来了，哎呀，都不敢开快，吓得我呀！你看看啊，这太刺激了，那边大货车从那儿过，拉着是日就过去了，踩着中线过都是，哎呦，太可怕了啊！就这么个地儿，我瞧见新型东西，什么东西？我瞧见就是环外了吧，已经啊，是，哎，我瞧见匹马。瞧匹马有什么新鲜？一般了，喝着。瞧那马没什么新鲜的。多有你见过马？我当然见过，谁都见过呀。多新马谁没见过？是啊，我那马新鲜。你那马新鲜的？你瞧见那马对吧、啊？平时除了说，要不就是跑比赛的啊，是；要么就是种地，嗯；要么就是拉货，没错；要么就是挡着让人看不清楚，对吧？这都是这些马，现成马。太新，虽然这马也拉东西，但是这马新鲜，是马新鲜，脖子上挂那么一铜圈，大铜圈，哎，大铜圈跟哪吒那个似的，哪吒，哎，哪吒那个大铜圈，铜圈上啊，拴这么大个一大铜秤砣，搁在这儿，马脖子上拴秤砣，拴秤砣新鲜不新鲜？你这还真没见过，这还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就是马四蹄撩开了，嘎吱嘎吱这么一跑啊，那秤砣出声，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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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真没见过，这是你学贯古今，我没见过，你也是没见过什么，然后再吹那半天，这都不知道，这马你什么呀？当别胡说行吗？你知道，你知道，我当然知道，你瞧见过？这废话，我太瞧见过了。我老下乡，是吗？老下乡，我老看着。啊，这不叫秤砣，相对便宜吧？哎，这老下，你想什么？吃饭？是农家饭、农家院、红鳟鱼，是吧？下乡演出去，是，哎，我老见着。你就说演出去，你怎么还这次？哎，你来了，出去吧。这叫下乡，我经常见，经常见。那个不叫秤砣，那叫什么呀？那叫铃铛。可没听说过，铃铛我还不知道。哎、铃铛挂马脖子干嘛呀？但是它还有个名儿呢，这叫什么呀？叫开道铃。哎，什么叫开道？我先问问你吧，啊。你这马是在哪县的？就没说嘛，秋名山啊，环外啊，门头沟山上。哎，门头沟这个盘山路，盘山路上这马都不让进五环。对呀、啊，所以说那种马你只能在那儿看。是是。哎，这马脖子上挂的铜铃的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它这个盘山路道窄呀。哦，是。哎，道窄，往往山上下了一匹马，山下上了一匹马。
道窄错不开，撞上这怎么办？哦，脖子上挂这么一铃铛，哎，这马这么一走，山上这马哗啦哗啦一响，山下这马嘿，呵，山上有马，可能是错不开，我得先躲躲，往旁边一晃晃，山下这马下来，为了错错车用，这叫开道铃，开道铃，哎，哎。刚才对不起您，说大话。你看，您说这事还让您给我普及普及。您以后说话真是真是真，我向您表证啊。以后我这听相声长学了，哎哎，以后我知道的说，不知道的绝不瞎说，还挺谦虚，好吗？这就对了，谢谢您干。哎，这没事。那天我又玩去了，嗯，上那个太液池，哪儿？太液池知道吗？哦，我知道。嘿，就是现在叫北海了。那是过去啊，前清池那儿太液池，北海、中海、南海三个地方都叫太液池。现在呢，只能去液池了。嗯，哎，液池那边不许进，是吧？这个到那儿玩去。哎，北海你知道？我去有两处的这个名胜。什么名胜？燕京八景，哎，太岳秋波，你看看那个里头，哎，有那么一个白塔啊，对，有大白塔，大白塔，嗯，刷白刷白，是啊，就这白塔上的 啊，有这么一个盘子，盘子，哎，盘子跟草帽似的，啊，是，戴在白塔脑袋上啊，有，哎，这盘子上头，嗯，拴那么一圈铃铛，那倒是，甭问，甭问，这是开塔铃。塔铃了，您知道这个塔这个东西，现在您要建在五环外，哎，五环内不许进了，就是盘山路上还能看见它。反正盘山路道窄呀，拐个弯，山上看不见，山下山下看不见山上。哎呦，这有俩塔就在上面，嗯，好，山上下一塔，山上山底下上一塔，汤鸡撞上了，这就是交通事故。哎呦，所以给带这么一圈铃子啊，俩塔上一个，下得一个。上铃这么一走，哗楞哗楞这么一响，底下塔知道了，哦，上面来塔了，我呀给他先躲躲吧。哎呀，你也躲躲去吧，人家不胡说八道，你告诉我的什么道铃开塔铃啊？你那你搁哪儿哪儿使的？那这是什么呀？这不叫什么开塔铃，这叫惊鸟铃。怎么来的惊鸟铃啊？哎，我问问你 啊，这白塔高不高？高，哎，这白塔的高啊，名胜，是名胜，白塔是名胜啊。白天这都是游客，对，游客晚上没有游客了啊，鸟就全飞了，鸟飞了。哎，中间您说有一像帽子那个东西，啊，那叫成鹿盘。哦，成鹿盘底下一圈铃铛啊，风吹铃铛这么一响啊，这鸟啊就往这儿飞。鸟往这飞，它老扑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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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个白塔上拉屎啊！啊，这没法收拾，对不对？这要是找个什么清洁工，哗哗刷白塔，没听说过。哦，弄这么个铃铛，晚上风吹铃铛响，鸟一听就惊着了，它就不往这个白塔上落，这叫惊鸟铃。哦，啊，这叫惊鸟铃。惊鸟铃，各位啊。要么说呀，怎么着？听相声长学问，又来了。我向您保证，哎，您又保证，我以后知道的我学，不知道的是绝不乱说。是说，哎，行吗？对，绝不乱说了。嗯，我那天说闲着没事干呢。嗯，我上您家瞧瞧去。我去我家去了。各位不知道他们家，我们家怎么了？大门大户。嗯，搁前清的时候是个汉族的爵。哎，你看，哎，他父亲是个什么？平西侯啊。我父亲不是什么，反正说那意思吧，没听说过，说反正是个侯爵吧，官侯爵。哎，住那个大院子，住的是爵爷府。哎，住的侯爵府。嗯，三进三出大四合院。是，哎，共产党解放北京都没敢惊扰。呵，他们家是进步家庭，进步人士。你看到现在那么些人拆迁，就他们家那儿拆不了。嗯，家里一个有势力，是，二一个是也是一颗红心。嗯，根儿正苗红，是跟那儿待着。哎，我去瞧瞧去吧，看看去吧。哎，进去一瞧，嗯，推着头到院门，绕过影呗，一回头朝这影呗底下怎么着，拍老太太。影呗底下拍老太太。哎，跟那儿躺着冲嘴呢，躺着冲嘴。哎，一看这是你母亲。哎，哎，这你让我妈进去。我说这干嘛呢？冲嘴呢？是干嘛呢？
我过去喊喊他。您能喊喊吗？万一喊不起来呢？嗯，喊不起来。我哼是不能，等他拔刀吧。要干嘛呀？他讹我呀！你没听说？怕他讹我呀？啊！哎，对，那儿阴凉，那儿躺着睡觉呢，正琢磨呢，翻了一身，怎么着？背对我了啊！翻一身背的，瞧这脑袋后梳一嘴儿。啊，有一嘴，北京老太太脑袋后梳一嘴儿，发嘴儿，嘴儿上插着一金簪子，嗯，这金簪子上面挂着一小铃铛，是，各位这叫什么铃？惊鸟铃啊！您知道，那他妈那是名声吗？白天他们家都游客，我们家白天全游客，哎，到晚上这帮游客呀都走了啊。鸟们就来了，飞着唰唰唰飞去。哎呀，刷白刷白老太太，得得着吧？怎么还得着？哎，往你妈脑袋上一落，哭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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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连拉带尿。这你想，你妈那是名胜古迹呀！啊，那么老高大白老太太拉脏了不好收拾啊，是也不能请清洁工刷你妈呀，刷你妈。说这意思不能这带个铃铛吗、啊、一挂个铃铛这么一响，小鸟就不拉屎了、啊、对不对？对什么对？没听说过，找事儿来了是不是？我说急了，成功找事儿。你告诉我的。什么叫我告诉你？跟我说的惊鸟铃。我那也不能逮着哪用。那这有什么？那不叫惊鸟铃。那这是？那叫长寿铃。哎呀我的天哪，啊，怎么来个长寿铃啊？我告诉你，你可别到处乱说去。是是是，长寿铃啊，那就是当年啊，我妈就是80整寿，哦，80岁。我们哥仨呀，啊，我们哥仨琢磨买点什么东西孝敬孝敬老太太啊。嗯，生活好了，吃喝不愁了，买点什么？对、啊，老太太喜欢什么呀？啊，金子银子。哦、哎，去菜买，你拿这么一个金簪子。金簪子上有这么一个铃铛，啊，普通的铃铛啊是又矮又胖，我们大人铃铛是又高又长又瘦，哎，这就取个谐音，嗯，戴在我妈这个发嘴上，希望她今后能够长寿啊。那这铃铛长寿铃，各位，要不说呀，听相声感觉了。以后啊，我向您再次表证啊，再三的保证啊，我机灵的说，不机灵的绝不乱说。你他妈现在说了又不成？我不懂啊。什么你不懂？不懂、啊、别瞎说。昨天老太太睡觉，甭吵她觉了啊。甭吵，往里走吧。你进去吧。往里走，里头哎，颠颠颠跑出一小孩来。你们家小孩颠颠颠跑出来了，一跑嘚儿嘚儿，就那种啊。哎，就跑，跑这小孩呢？您就说出了一孩子，哎，跑着跑着，吧唧摔一跟头，嗯，哎，噔噔噔噔噔噔噔，掉下去了不是？哎，那他疼呢？啊，是那儿哭啊，啊，哭半天，自己爬起来，跑远处，从一个固定点重新再往，这是，别说这规则呀。是你儿子马领。哎呀，马领，你儿子会是意大利人呢？什么意大利人？你得听拿破仑军那会儿的。什么叫什么？什么？你儿子出来的？哎，徐老强。徐老强来了。什么辈分？什么意思？牌辈没到是牌的。那应该呢。对对，小强子。小强子行不行？蟑螂，蟑螂不像话。什么？小强就是又姓张了。到底怎么？就是孩子，小孩，小孩吧，小孩。小孩，我过去，我去，跟大的玩会儿吧。有日子没见了，逗孩子玩会儿。嗯，哎，这孩子我一看，现在长得怎么着？越来越好看了。长得啥？越来越，你看这孩子长得就跟电影明星似的。嘿，你看，哎，像那个陈什么希呀、啊。哎，就赶紧起个英文名吧，你以后叫卢卡斯，知道吧？我谢霆锋，美的你，美的还谢霆锋。
方没听说，可是心里想的。陈冠希不像话，不是说那意思吗？长得好看，小圆脸，俩酒窝，虎牙，还一乐着，还会说英文，哎呀，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我说宝贝儿玩什么呢？是刚刚给你们女生小朋友告完相，从小培养，你看，哎呀，太有意思了，想说考啊，想说考。小孩考的，小这叶子，哎呦，这小孩跟他玩了会儿啊。这儿子一伸这右手，怎么着？右手上拴着一金镯子啊，有这金镯，就这金镯子。嗯，镯子不新鲜，你看拴着那么九个金铃子。一，各位这叫什么铃？什么铃？长寿。哎，就别起哄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他们家呀是哥仨啊，是这孩子过八十整寿的那个孩子过八十整寿。哎，他们哥仨说，我们怎么孝敬孝敬这宝贝儿啊？哎呀，干脆现在也不愁吃不愁穿的，嗯，上菜市口吧。怎么着？打这么一个百货商场，菜市口百货商场，哎，现在都跟西山。打这么一个金镯子，嗯，上面挂那么几个铃铛，哦，哎，这个铃铛跟别的铃铛不一样，又长又细，取个谐音叫长寿铃，祝愿你儿子他老人家长寿。你们家才他妈倒着笑，怎么说话？我也觉得别扭。什么废话？你别扭，你别说。为什么？那你告诉我的长寿铃，那些人都知道吗？我母亲那是长寿铃。那你儿子？别说我那个孩子短命铃，对吗？长寿的，长寿的，天对地，雨对风。生他为孩子，对孩子。您说我们家小孩儿月对成你再说我抽你，听着。讨厌孩子这个手腕上啊戴了一镯子，是镯子上有这个小铃子啊，那不叫长寿铃，那这叫什么呀？百岁铃。怎么来的百岁铃？这你不知道了啊？你我说句实话，是是，咱俩其实都清楚啊。因为我跟我媳妇儿结婚这么多年啊，有了孩子真不容易，是一直要不上，对，一直要不上，一直要不上，工作忙。哦，是，哎，一直没这个时间，我耽误着，耽误着，我慌着，我慌着，行了吧？你别说话行不行？别说话行不行？我帮您解释，别帮我解释，越描越黑，知道吗？讨厌，就是好不容易得一孩子，老歇着，哎，这么说对吧？你听是不听？我听，我问你。你甭老歇着，你歇着吧啊，你先歇着吧。讨厌，我跟我媳妇有孩子不容易啊，哎，好不容易得一孩子啊，结果还是大伙儿都知道剖腹产，大伙儿就直播了，都知道，大伙儿都知道这个名词。是是，我以为啊，太是是，大伙子真成女优了。剖腹产，这孩子出来就生的早，哦，身体也不好，早产儿，哎，早产儿身体不好啊。我们家呢，一家老小就特别担心这孩子养不住，是，好容易养到三个月，过百岁的时候，过百天儿啊，过百岁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才落地，哦，哎，怎么庆祝一下呢？怎么庆祝？孩子过百岁啊，去菜白。来一个小金镯子，金镯子上弄这么一圈铃子啊，哎，就希望这孩子啊长命百岁，这叫百岁铃。百岁铃，你这一样么说的，净像是长学的。以后啊，我知道你这不知道的，哎，咱不知道这几句话到底倒哪个字，你知道吗？哎，这个有个变化，这叫什么？百岁铃，百岁铃，哎，我一看孩子跟我玩会儿呢，是乏了，赶紧吧，回家，回屋睡觉去，回去吧。我接着奔里头溜达，还往里走，溜了哒哒溜到你爸那屋那儿去啊，哎，到你爸那屋了。我一瞧，嚯，这个房子不错，嗯，哎，大北房头了有一道廊子，
哎，篮子上的是雕梁画栋啊，梁子底下挂鸟笼子，鸟笼子不新鲜，挂了一鸟架子。你看我爸爱玩这个，哎，鸟架子，嚯，你爸这全都是鸟，名副其实的鸟人。在骂街，我抽你。说这意思，就说到爱养鸟，哎，爱养鸟，爱养鸟，说是好，这个是画眉，嗯，哎，这个是画眉，这是画眉，啊，这是黄画眉，全是画，哎，这是还是画眉。就好养画眉，您说清对吧？画眉吗？这是九制的，哎，这是果园老农的，你看，都有吧？你给他全冰箱里，我这意思吧？鸟架子，哎，这些鸟笼子不新，鸟架子上那太新鲜了啊！拧着翅膀，缩着脖子，目光如炬，有那么一架小青子儿，鹰。哎，各位不懂啊，老北京说旗人打猎用的那种鹰叫青子，哎，叫好奇是吧？海东青，哎，小鸟这么大，我说这太好玩了，好玩，过去跟他玩会儿去吧，逗逗去吧，我也喜欢动物，是啊，我过去啊，你好，嗯，你好，那到哪儿？你好，你看那鹰还弱智，你知道吗？说话，鹰行了吧？鹰行了吧？握手，握手，扔飞盘行吗？没这么玩。说鹰犬鹰犬吗？鹰犬鹰犬的吗？对吧？玩会儿吧。哎，那样玩的，正逗这鹰呢。怎么着？他不理我呀。目光如炬，这么一搓。哎，来不来？抬起腿。你看看。哎，这一抬腿啊，哗啦就一声。我一看，说这鹰右爪这个爪腕子上啊，拴着一铃铛啊。各位，这是什么铃？什么铃？百岁。各位，你也知道，徐强啊，他娘怎么结婚？好些年了，也要不上个孩子。嗯，好不容易呀、啊，得这么一鹰，还是剖腹产。都看见了，剖腹产的，哎，当时想握个鸡蛋，磕完了一磕，哎，给它磕出来了，这么个剖腹产，哎，剖腹产的，没听说，哎，你说这怎么弄啊？啊，这你得炖了啊，不够一口的呀，是，你说那养着吧，从小就身体不好，体弱多病，嗯，哎，养吧，就这么养着，啊，哎。先养过三个月，嗯，马上到100天，加了高兴啊，嗯，哎呀，上天待我老徐的不薄啊，就带这么个玩意儿，哎，我这门香火不绝，哎，太好了，太好了，怎么了？赶紧吧，上太白，嗯，打一金铃的，是百天那天给拴在脚腕子上了，这叫什么？百岁灵哦，哎，这是祝愿这个鹰啊。能够命活百岁，你先等会儿。好啊，放下我跟我媳妇生出个什么来，咱先不说。鹰还能百岁，鹰能活100岁，毕九鹰、雷震子什么雷？没听说过，讨厌你！你跟我说的什么叫我跟百岁都是你告诉的？那没有。那是什么呀？没有，你说那鹰那爪子啊，那不叫百岁灵，那这叫那叫引人灵。哎呦我的天啊！怎么又来个引人灵啊？你看这又糊涂了不是？听不懂了，听着说这话可就长了啊！哎，玩鹰谁敢玩鹰？谁呀、啊？我父亲。哦，其实我父亲买那鹰啊，使用率最高的也是他。哦，哎，他平时不在家的，我就帮他照顾。是，哎，这个玩鹰可有特点啊！刚买回来的鹰啊，性子特别的烈，它不听你的，那怎么办？这怎么办呢？把它放家里，三天三夜不给吃不给喝，想吃东西也可以。那吃什么？花豆。嗯，就是垮上胃里那层油啊。哦，哎，然后咱们人得天天守着，哦，天天得看着。是，这鹰它有特点啊，假寐。什么叫假寐？哎，他有的时候光闭着右眼休息右脑，睁着左眼。哎，有的时候睁着闭着左眼啊，休息右眼。太乱了。
这个叉叉叉呼着来，叉呼来，哎，两边倒，对吧？哎，哎呀，哪儿一闭眼喽？还能哪儿闭眼呀、啊？闭眼可不是眼闭吗？哎，眼闭眼了，啊，哎，一闭眼闭眼，啪起抽，是不许睡觉，不许睡，哎，这叫什么呢？这叫什么？熬鹰。熬不是足，熬完了之后，哎，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怎么玩？哎，我父亲在打猎，哦，对，有这爱好。哎，这边牵着狗，嗯，这边架着鹰，是看见猎物了，这鹰唰撒出去，这鹰在飞的时候啊，这爪子它是不动的。哦，哎，一跟这个猎物一挣吧，这铃铛哗隆哗隆一响，我父亲就赶紧过去擒这猎物。哦，这叫引人铃，引人铃，哎。样子说，哎，听相声讲学问，哎呀，这左脑右脑的，你这，您可把我累坏了。哎、是是是，以后我知道。您就闭嘴，闭嘴，闭嘴，别说了，知道吧？是，引人铃，引人铃。我一看鹰半天，他也不理我啊。我给他背报菜名，那瞧不会。废话。对吧？我不理他了。嗯，我上你那儿瞧瞧去吧。你怎么还不走？赶紧走吧。你们家太大了。转不过来，我上你那屋，我弄碗茶水喝一会儿。行，去吧。上你那屋吧。嗯。万一你不在家呢？什么叫我不在家呀？还得万一呢？啊，撞大运吧。往那屋就走。啊，走到你那屋门口了。嗯，你媳妇从里头出来了。哦，从里头出来了，干嘛呢？端着盆脏水出来，泼脏水来了。泼脏水，就这么一泼脏水，一使这身上啊，哎，我瞧见了，瞧什么？你媳妇也带一簪子。哦，簪子上也挂一铃，什么铃？这叫什么铃？引人铃。哎，要说他这媳妇使用率最高的是他爸。在家了，他照顾几天。而且您说这个媳妇儿这东西啊，刚买回来的时候性子特别烈，是是是，不听摆弄。嗯，那怎么办？怎么办？捐在家里三天三夜不给吃东西，想吃也行。吃什么？吃巴豆。哎呦，就为了刮肠子里那层油啊！哎呀，哎，而且媳妇儿这种动物呢，哦，他会假寐。有时候闭右眼休息右脑，有时候闭左眼休息左脑，你是完了。他翻着休息，一按这拿小棍一捅，不许睡。老北京讲究啊，这叫什么？熬媳妇儿。熬完以后呢？熬出来之后，你想怎么玩？你不熬也强活的，啊，没听说过这个。怎么？你告诉我的引人铃啊？什么引人铃？那什么呀？那不叫引人铃，那叫躲避铃。我天，怎么又来个躲避铃？废话，这就叫躲避铃。怎么讲？你各位大伙儿，老北京都知道啊。北京有一句老话，什么老话？小婶不见大伯。有这一句，你看，万一我不在家，嗯，我那个大哥，我二哥要是来找我，我不在家，对不对？里屋就我媳妇一个人，我媳妇在里头，哪个孩子洗个身子，这多别扭，不方便，是不方便。哎，后边有这么一个小铃铛，嗯，哎，我大哥过去问，学强在家吗？我媳妇用这铃铛哗啦哗啦这么一晃，哎，我大哥就知道了，哦，这是不在家，赶紧躲避一下，躲避铃。听明白了，才明白。听明白，小婶不见大了白怎么？对，哎，你大哥来了，一看，那徐强在家吗？啊，你媳妇儿不方便，奶孩子呢？对，奶孩子擦身子呢？啊，哎，对吧？那不方便，我跟屋里。谁都没有啊，就我媳妇跟孩子。哎，对，可甭管谁呀、啊，嗯，甭管谁在屋里，都不方便吧？啊，甭管谁在屋里都不方便，是不是？哎，他就赶紧一晃脑，哗楞一响，哎，你大哥知道了啊，这强子不在家，弟妹跟里头不太方便。对，我瞧怎么不方便？我大哥这什么德行？说
说这意思吧，说这意思。哎，就是这躲避一下，躲避流，明白了啊。我一看你媳妇儿泼脏水，许是里头还挺忙。哎，进去万一我碰见个半熟脸儿啊，我媳妇儿没那么好客啊，不好吧？对，不好吧？哎，我赶紧我扭头走吧。啊，哎，是上你家有活物，还有好玩的。你看看，住四合院，住大院子，家里有的是地儿。嗯，有那么一间小柴房，哦，里头呢养了一头驴。别吃我。养着一头驴，哎，就这驴啊，痛体去黑，你看看，鼻子头是粉的，我四个蹄子，这个蹄子中间那块肉是粉的，你看俩眼珠子旁边这一圈是粉的啊，这就不叫驴了，这叫什么？这叫特呀，哎，那是龙种神物，那是长得精神极了，哎，养驴干嘛用？干嘛？他们家一家子乐意喝这个驴奶，这是一杯奶，强壮徐家人啊。没工作，嗓门大呀！驴奶，我都送你们家去，不是驴奶，开玩笑了啊！驴生产的那种奶，这不还是驴奶吗？不是驴磨的那个豆浆豆奶，你这怎么磨？哎，为了这个喝鲜磨的豆浆，哎，养头小驴弄一小磨盘，驴子里头天天跟里头推这个磨，拉这个磨，磨豆浆天天喝。哎，这驴我一看，架着那个园子，园子上头弄一大铜环，哦，这儿拴一铃子，这是什么？什么呀？躲避铃，这还躲避？没人告诉您，您老北京您知道啊？北京有句老话，什么呀？小史不见大碗。哎，这万一说哪天他大哥上他们家找他去了，当然一开门，啪啪啪，徐强这屋里呢吗？啊，这驴当时的哪个孩子呀？擦个身上啊！最关键是你在里头啊。一晃悠，啊，铃铛当当一响，啊，你可知道了？哦，这个徐翔没在啊，这个驴弟妹呀，啊，不方便，哎，他就走了。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啊，啊，这驴擦不擦身子都光着呢，什么逻辑原理？那还最可气，还小婶不见大了，问驴哪有大了？驴怎么就不能有大了？是马，马大了班子，骆驼，骆驼大了班子，虾，谁个儿大谁大了班子？啊，对呀，啊，我没听说，那不叫躲避铃，不就是你告诉我的？什么叫不让你别乱用啊？啊，那叫这个偷嘴铃。怎么又来个偷嘴铃啊？当然，这他，你知道这个驴的，啊，这驴它有的时候它犯懒。对不对？他不能一直老走着磨那磨啊！他一犯懒怎么办呢？偷吃黄豆，是，哎，这可受的啊！来，脖子上挂一铃铛，走的时候啊，铃铛响；偷吃黄豆的时候，铃铛可就不响了。哦，我爸一听铃铛不响，拿着鞭子出来，冲着驴啪啪啪，为了防止偷嘴，这叫偷嘴铃。偷嘴铃，偷嘴铃。行，我一看这驴也挺没劲的，嗯，不跟这儿待着了，不待着了。哎，我上你父母卧室瞧瞧去。上你父母卧室瞧瞧去。你去我爸我妈卧室怎么？瞧瞧去呀，啊。瞧，这没人你瞧什么呀？这没有人怎么不得瞧啊？啊，有人不得瞧，没人瞧瞧去了。进去一看，里头看看，哎呀，雕梁画栋啊，这个刘石安的字画，啊，那是板桥的山水，啊，唐伯虎的美人啊，闪钻的被子，闪钻的褥。好，挂在墙上，特别好。我爸我妈睡墙上，被子褥子全挂墙上。你爸是德拉古拉。叫点门吗？什么都不要。被子在床上，床上放。哎，床也太好了。怎么了？贵妃榻。哎呀，老日子那种老古董啊，你还懂这个？清朝也不是乾隆啊，
还是道光年间，你看看官造的，嘿，梨花木的，他有研究。这个窗，嗯，瞧瞧是哪儿的？是啊，清朝。看看北京家具六厂，还是个赝品。道光的，你是什么道光？北京家具六厂道光。就说这意思吧，啊，弄得特别好。五色五香啊！再这么一瞧呢，啊，这个床头我顺着这个窗户外头拴了根绳啊，有这绳跟床头这儿弄了一个绳套啊，这绳套这儿拴着一铃铛啊，是绳套里就有铃铛啊，这是什么铃？什么铃？偷嘴铃。这怎么还偷嘴铃？您知道他们家买他妈呀，就为了喝这个鲜豆浆。平时呢，他妈跟这个屋里的磨墨呀，给铃铛啪楞啪楞，他老响。哎，但是这老太太嘴多馋呢，她一懒了，一犯懒，一不磨墨了，跟这儿吃豆腐，铃铛可就不响了。嗯，只要一听见这铃铛不响啊，啊，这徐强他爸拿着鞭子进来，照着他妈，啪。你妈懒，这被说中了吧？什么叫被说中？恼羞成怒，没听说。哎，瞧你那，这最可气就是胡说八道，这可不行。你跟我说的偷嘴，什么叫我？你告诉我的，他房间的那叫不叫偷嘴铃？那叫什么呀？那叫开门铃。那开门铃？对，就叫开门铃。怎么个意思？您说这就远了啊！这个就是我，您知道我父亲写个不良嗜好，是吗？别乱琢磨。你咬了？别胡说八道啊！听我说完了，不良嗜好好打麻将耍了钱。他不是按摩吗？这什么？这不洗牌吗？你说是洗牌就洗牌，这不是洗牌吗？洗牌洗牌，就是他洗牌洗牌，他就是洗牌洗牌。哎，洗牌有的时候晚上玩的特别晚哦，特别晚到我们家门口，我父亲要是敲门，嗯，影响街坊四邻休息呀、啊。哦，我妈出一主意，是吗？床头上挂一铃铛，铃铛拴铁丝拴在门口，门口有这么一个皮套。哦，哎，我父亲一拉这皮套，里头铃铛一响，我妈就起来了。徐强啊，开门去吧，你爸爸回来了。开门铃，开门铃，哎。还真是，他爸这不良嗜好我是真知道，是就好打牌嘛，哎，经常是，就因为跟我父亲是牌搭子，那你刚才说什么？哎，老一块打牌去，哎，经常在我们家打，嗯，对吧？这个你爸，嗯，我爸，那个张硕他爸，嗯，我真是他妈，还三男一女的，哎，打牌嘛，男女搭配嘛，干活不累啊。啊，打牌，哎，那天嘛，有那么一天，啊，我正复习功课，是吗？正在看英语呢，啊，看英语 A B C， 一篇一个字母。小时候啊，小时候过去的事儿了，啊，一说十年前了吧，啊，高中了，哎，这会儿才学到这儿，哎，这复习功课呢，你父亲跟外头打牌呢，啊，哎呀，这牌打那天也不是手气怎么那么好啊。给钱了，哎，这输的啊，就剩裤子，哎，鞋都拿上来搁在这儿，这叫手劲好。好家伙，还跟这儿打呢啊！有人就劝，劝你，徐少强，徐少强，还拍电影呢你？小强也没小强，没呢，徐少强，赶紧家走吧啊！你这个一会儿你裤子都输在这儿了，知道吗？是，我父亲就玩啊，就玩就打，打又打又一圈下来，裤子也没了，哎，那就剩一三角裤衩，三角裤衩，三角裤衩还打，哎呀，最后输的没法弄了，一条一条送裤衩没下撕，哎呀，这最后弄的就一根绳屁股那儿都不打。还跟那儿来，实在不行了，
我爸都不干了啊！说你这样，咱没法打了。是啊，你这撕的一条子一条子的，是我们是看着也热闹，对吧？那不当吃不当喝呀？对呀、啊，这不当吃不当喝，你说他能干点什么呀？你就是粥啊，可下饭了。他讨厌你，要不然就家走，啊、要不然拿钱。是，这赌场不父子。哎、啊。护着你，你要真的，要么你拿钱，要么你就走吧。啊，行行，你厉害。啊，小健，什么？叫我，叫你过去。我从屋里就出来了，一出来。你不是说了？别乐啊，别乐。你看什么？看什么看？没见过人光屁股。怎么了？没见过那么大疖子。倒霉孩子。去上我们家啊！我拿钱去，还拿钱去？拿钱，我接着跟他们来，非把这本搬回来不可。看，知道吗？去去去！我说行，我知道，我去吧。嗯，出门也刚要走，别忙啊！我带条裤子过来，啊、是得带条裤子，带条裤子。嗯，出了门了，出去吧。咱们两家住不远，那是我们家住朝内小街的这个街上151号，哎，他们家住陆米仓胡同，嗯，就非常近，对，走着就去了。哎，到那中间呢。到那个内务部街旁边，原来过去现在修上没有了，有那么一个臭水沟子啊，对，有那臭水沟子、嗯、里头住着一只千年的大王八，别指我，大水王八这么大个儿，俩眼睛红的，天天跟那儿瞧人，嗯，那天我走那儿，我也不怎么，我这玩心就上了啊，我瞧这王八，我躲开他一点，哎，然后。站着好好说啊！我离他稍微有个距离吧。啊，对，顺地就抄起半块砖头来。抄砖子呢？我踩这王八。我你别吃了，踩这王八。你横着这砖就扔出去。别打呀！哎，照那个王八壳上就去了啊！这王八马上就挨揍了。是，脖子一缩，粗溜钻到壳里去了。就这砖头打他那壳，唰一漂亮的弧线、啊，不见了踪影，飞出去了，不见了踪影啊！再看这王八伸头瞪着。啊，就这么瞧着，哎，我是看你，我是不看。啊，我现在话说，你是个王八，你有腿，你能追得上我吗？啊，甩开大步奔你们家接着走。是，就听身后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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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发动机的事儿，我看这王八正跟天空那儿甩那个准儿呢，哇，四个准儿都甩圆了，哎，好家伙，亚赛了小吉普似的，顺着后头嗖就过来追你，好家伙，我跑吧，你赶紧跑吧，一拐弯我拐进去，王八一个漂移，哎呀哥，好家伙，这王八这脑袋跟上头竖着，这四个蹄子跟那儿开着车，脑袋跟上头还这样呢，你知道吗？这怎么意思？逃跑卡丁车玩的。我快呀、啊！废话，这怎么办？我得跑啊！是，往哪儿跑啊？往哪儿跑？我往哪儿跑啊？啊！哎，我往你们家跑吧，离我们家近，往你们家跑，往我们家跑，往你们家跑，跑到你们家门口，刚要开门，还没开门，这王八可就冲上来了啊！一个箭步跳起身来，伸这个王八嘴就要叨我这脑袋呀！是，我一心想，我这口要让它咬上，我这脑袋要不了了。对、啊，我躲躲吧。你怎么？我唰啦这么一侧身啊，这王八这口可就咬空了啊！它是咬空了啊！我躲过去了。是，这一口，整个这乌龟这脑袋，王八这脑袋。全穿你们家皮套里头啊！咬住了东西，王八不知道咂嘴呀、啊，是它出不来又憋得慌、啊，四个爪子跟地下较着劲，脑袋跟那一使劲，哗楞哗楞把里头铃子给震响了。对、啊，一听铃子响，你妈说话了，说什么了？徐强啊，开门去吧，你爸爸回来了。热心观众，祝王子健新婚。你这胖子写的英文配要怎么讲？小汤猫送全体六个二班群体的妹妹们，谢谢暗影猫哥哥的巧克力147。石家庄的刘鹏先生送王子健、徐翔十支花篮，谢谢。李向前、左晓东、白青、邝旭、曾军、丁坤送王子健20花篮，徐翔8支花篮。V20完美的九月，大金链子，呼呼。
送全体十支花篮，谢谢。天使一定抢，送王子健、徐强两支。丰年张先生送王子健、徐强十支花篮，谢谢。雍就是那个屈的啊，雍穷一个重怀切字，送王子健九支花篮。在英国老看电脑，免费的，在英国看咱们干部，这回现场支持一把，蓝天六不治。徐强十支花篮，爱猫替凡人的凡人送二班全体五十花篮，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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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当当送全体五十花篮，翻场谢完，拿起来。感谢您，抓紧时间给您再说一下。谢谢各位。这就又6:30了。哎，没错。这个刚才有人说了几个人，那个蓝天六不治，比如我们一个一块玩游戏啊，那玩这个玩 FM 的一个人，玩什么东西？魔兽里的练一萨满吗？玩萨满的，玩 FM 的吗？哎，玩萨满一个玩的，说实在的，在我们这个团队来讲最次的。哎，最次的一个。但是呢，您这有的人玩魔兽，您知道这段这点说给玩魔兽人听啊。然后萨满有一个技能叫嗜血，联盟那边叫英勇。哎，他就是短时间之内提升攻击速度30%。哎，有这么一功效。所以呢，你一般带着打 boss 去，你要没个萨满还真是别扭啊。那是，真是别扭。你到需要 rush 的时候，你没个萨满，你还要起不来。所以呢，就老带着他，而且关键这服务器里萨满特别少啊。所以那会儿老管他叫萨满大爷，萨满大爷的啊。哎，就经常是，但是呢，竟然出东西也不给他。哎，给他点猎人用的，弄的这东西好极了，给钱买是吧？就经常是这样。经常有回我们打一金团去，掉了一个锁甲的裤子，哎，这锁甲一裤子装备绑定了，然后给他打电话，大爷有一个。这个264的装满裤子要不要？有多少钱？我说人家卖8000，我可能真说6000能拿下。6000，我说这就算白捡，白捡啊！行了行了，是的，就给他买了，里外里挣5500。我去我去，你还给你上花篮，你这不上台不打死你？倒霉催的吧，是吧？后来老跟他玩，后来我们团队里来了一个女萨满。哪来女萨满玩的也比他好，嗜血给的时机也对，关人家也会嗜血，加血加的也好，就慢慢的边缘化这蓝天就不是。后来有一天他自己明白了，那天女萨满没来，给他打电话，快上线吧，都等着你呢，跟他那么长时间不跟我们玩啊，赶紧着吧，快来吧。哎，晃晃悠悠上来了，上来之后第一句话，我知道，要是我不会嗜血，你们才不会理我呢。这蓝天六不治，这个我们一哥们儿，确实是这个，这是我现实中这个生活中的朋友，真是后台的这些是我工作上的朋友，都是好朋友。那是祥子、涛子、涛子，哎，我一直怀疑那天咬我那就是涛子。哎，这个涛子、祥子、硕子、小丁儿。哎，平时关系都不错，那是。但是说后台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呢就抱团儿，对，有的人不抱团儿，那是。毕竟每个人，你说工作单位，你每个单位是每个人兴趣爱好不一样啊，行。可能说兴趣相近的几个同事之间，你走得近一点。哎，你比如说我跟强子用到硕子，哎，我们性格相近，喜欢的东西也差不多，跟小丁稍微远一点啊。哎，比如说我们喜欢足球啊，好踢球，哎，运动员踢足球，看足球，哎，小丁不是。他喜欢小丁喜欢踢毽儿，哎，中建联赛的这些，哎，哪个俱乐部谁投资的，谁吹过黑哨，谁踢过假毽儿，这他都是假毽儿，哎，如数家珍，金剑奖什么的，这都金剑，哎，这就说这意思，如数家珍，喜欢踢毽儿。到后来你说我们这些人平时喜欢看战争电影、战争片、动作片啊，哎，小丁不看，像之前《速度与激情》我们一块看见的，小丁不去，是，哎，小丁爱看言情片，还言情片，哎，言情片啊，是什么电影来讲《非诚勿扰》系列吧，啊，电视来讲《非诚勿扰》系列，还是《非诚勿扰》，哎，你想世界杯期间我们看球，他看《攻心计》，你明白？哎，天天跟后台，我要存好心做好事什么的，说好话，天天就这个，天天就这个。
对，不怎么样，我们都玩不到一块儿去，是老看着言情片儿。后来来讲了，到这个什么上了，穿衣服也是，穿衣服，像我强子、错子、雍涛，嗯，冯远天、T 恤衫，对呀、啊，穿裤子，对，哎，小丁爱穿裙子。哎，我穿裙子，穿裙子。哎，上台您看不出来啊，人、啊、都是大褂。是，下台之后，平时生活里老穿个裙子。嗯，后来有一天我就说呢，说什么？我说小丁，嗯，你说你跟我们太不一样。那是，你喜欢踢毽，哎，喜欢言情片，嗯，喜欢宫心计，嗯，喜欢穿裙子啊。你不觉得你这样很 gay 吗？对呀、啊。怎么就gay了？啊，不乐意了。怎么我就gay了？你看看，嗯啊，怎么我就gay了？看这眼神了，我踢个毽我就gay了啊啊！我看个言情片我就gay了，也是。我喜欢踢毽能说明我gay吗？啊，是说明不了。我喜欢看言情片说明我gay吗？啊，对对对。我喜欢穿裙子能说明我gay吗？啊，都不是。我喜欢男人才说明我gay。出来每礼拜三礼拜四的对过一二胡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三礼拜四的晚上听我说，哎，大家很热情的，要没这时间概念，我们说十二点都没问题。这是场上的相声，电视跟广播是听不见这效果的啊。我唱这首歌跟着我唱，你到我身边带着我微笑。